我们的口号是快速提高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高手一招快速提高。巴西的货币分为分和雷亚尔两种，一雷亚尔等于100分，现在一美元等于5.2雷亚尔左右。二雷亚尔的正面是巴西联邦共和国雕像，背面是玳瑁海龟。五雷亚尔的正面是巴西联邦共和国雕像，背面是大白鹿。十雷亚尔的正面是巴西联邦共和国雕像，背面是绿翅金刚鹦鹉。20雷亚尔的正面是巴西联邦共和国雕像，背面是金丝面鱼。50雷亚尔的正面是巴西联邦共和国雕像，背面是美洲豹。100雷亚尔的正面是巴西联邦共和国雕像，背面是石斑鱼。200雷亚尔的正面是巴西联邦共和国雕像，背面是棕狼的图案。